有什么事？你最近好吗？我拒绝。臣服我吕奉先吧。 决一雌雄吧！你就是我吕奉先的下一个猎物吗？这就是天下无双的一击！哈哈哈哈！这就是天下无双的一击！耻辱战一战，勉强可以消遣呐。 哈哈哈哈！解决了一件事，我还有这个方案。我拒绝。哎呀呀，这下可麻烦了。庆庆吧，我会助你一臂之力。交给我吧。 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，没关系。好的，好吧。 出发！惜命的话，就速速回避。无名小卒，不懂得天差地别吗？这就是天下无双的一击，勉强可以消遣呐。马马虎虎吧。 请容我拒绝，好吧。出发。惜命的话，就速速回避。无名小卒。 不懂得天差地别吗？这就是天下无双的一击，勉强可以消遣呐。马马虎虎吧。打扰了，感激不尽。 哈哈哈哈，这是理所当然的，情况就是那样。只要有我在，就没有敌手。什么？各位，随我吕奉先出征。
一群迟钝的家伙，气势不够啊！哎呀呀，这下可麻烦了。哼，拖了我的后腿！啊哈哈哈哈！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。没关系，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。没关系，打扰了。没关系，就是这样吧。感谢。打扰了。没关系。所以就是这样了吧。抱歉。打扰了。没关系。所以就是这样了吧。抱歉。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。我同意。我想到了一个好。我同意。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。我同意。你还好吧？没关系。就是这样吧。抱歉。你还好吗？感谢。就是这样吧。感谢。
报告！马马虎虎吧。我收到了任务。哈哈哈哈！我吕奉先的武艺无人能敌。应该有些困难吧？交给我了。击败那家伙吧，交给我吧。真敢试，面对那样的武艺，任何人都不是对手啊。果然是人中有布，马中吃兔。我还以为都是些胆小鬼，没想到还有一个有趣的家伙。休得胡言！你这个不明事理的恶人，还掩人张飞，要将你杀得片甲不留！你好像多少有些本事，但是靠那种烈马可不行。今天的战斗可以让我尽兴。翼德，我来助你一臂之力。这把凶猛的利刃可不会袖手旁观。云长、翼德，我岂会让你们赴死？站住！算了，击退吕布就足够了。云长所言极是，各位，赶快攻陷虎牢关吧！可恶！报告，前进！报告，这样做可以吗？真啰嗦，让你看看我天下无双的武艺吧。敌军向我方领地进军了。我想，没关系。我想到了一个，没关系。我想到了，没关系。进攻！亲自领教忤逆我董仲颖的罪孽吧！我有一计，这就展示我天下无双的武艺吧！上吧，赤兔。遵命。
全军。交给我吧。公布我的策略吧。真是屈辱。我知道了。到此为止，我有一计。还不得太乐观了吗？失策。全军，请接受我的一计。到此为止了吗？亲自领教，无你我有一计。这就展示我天下无双的武艺吧。上吧，赤兔。我有一计。是。上吧，赤兔。静息一切。到此为止了吗？大家跟我来。我知道了。失策。大义永存。这也是天命。接下这样如何？这样如何？对不住，俺失败了。到此为止了吗？清楚吗？不可能，我可是原本初啊。上吧，赤兔。我知道了。上吧，赤兔。我曹孟德竟然会。我的武艺无人能及。报告。怎么会？出发。哎呀呀！